各位观众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本期《慧灯问道》节目。本期节目啊，我们将继续聊一聊相处之道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掌声有请慈城罗珠堪布。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您的到来。谢谢，谢谢。那么，首先呢，这个网友提出一个问题，我代表他先问我们尊敬的堪布。嗯。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些佛教徒。 总是劝说无信仰的人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信仰佛教，引起了人们的烦恼。请问他们这样做有必要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嗯，这个没有必要。嗯，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这个佛经上讲的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信佛和不信佛是不用去劝的。嗯 是是是，这个佛教跟其他的这个宗教的这种传播上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地方。嗯，因为佛教呢，它不太重视这个，它它不太赞同以这种方式去去传播啊、呃，呃，甚至是佛经里面都讲讲了，这不允许这样子的，不允许这样子。只要对方愿意来听啊、呃，他愿意接受的时候。 我才允许给你讲，啊，允许给你讲。如果是你不接受、你不欢迎的时候呢，我不能去给你讲，啊，不跟不能不能讲。如果我把我的这些东西呢强加给你这样子的话，有些时候呢会犯一些佛教的戒律，啊。哦，犯戒。犯戒的，对。所以这个，呃，佛教的跟跟其他的传播方法是不一样。佛教是完全是要尊重。 啊、呃，你其你个人的这种信仰啊，和你的选择，如果你不愿意，你不喜欢佛教，那就不能去谈，啊，不能去谈。你不喜欢的这个情况下，啊、呃，用其他的这个手段让你一定要去信佛教，这个绝对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全世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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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几大宗教里面呢，佛教都是最少最少的数量上是最少啊。嗯嗯嗯呃 因为它的这个传播的方式，它不是，它不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传播啊。而你远意的时候，我才可以跟你讲，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佛教佛教徒的这个数量是这么几个这个世界几大宗教里面是最少的，就是就是这个佛教徒。嗯，然后从佛教的教义和它的理论和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么。 我们也不能说谁宗教好，谁宗教不好，但是呢，完全是不低于啊，就是一些其他这个宗教的交易啊、呃，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呃、是有的，但是呢，因为他的传播，他不允许，呃，他一定要尊重你自己的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这个信仰，而尤其是比如说你本身是有信仰的人啊、呃，然后呢，我一定要把让你让你改信啊。呃 啊、呃，然后就是，而且就用很多很多不太好的这种这种手段啊、呃，就更不允许的。所以呢，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没有必要，呃呃，更何况就引起了呃不开心反啊，烦感啊,啊，那这样子就更更没有。佛也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考虑到这个问题，佛就是说你愿意啊，你心甘情愿的去学啊，然后你就有资格去给他。 啊，这个传播或者官署，那你对方不愿意的时候，你不要去讲，是这个意思好好好。呃，我帮这位网友提问，同时呢，我也弄弄明白了这回事。如果在佛教的教义里边，如果说要硬劝人家来来那个是犯戒规的，对对对，啊，好明白，<对>我也代他对，对，谢谢您。好，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有这个相同的这样的问题吗？好，这位男士。 坎布您好，你好啊、呃，我是一名那个佛教徒，然后刚刚皈依不久，呃，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还有这个亲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啊，还有天主教啊、呃，包括我母亲，她就是伊斯兰教的，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上，还有观观念上面有特别大的这种差异，呃，就请问坎布，我们就是应该如何相处？谢谢坎布。比如说啊、呃，在生活上，比如说像伊斯兰教的话。 这确实是比较严格的，啊，比如说每天要如此的这个祈祷，啊啊，然后呃、啊，比如说基督教的话，他至少就是每一个星期都要上一次教堂去祷告，啊啊，那佛教是最自由、最轻松了，你一个月去这个寺庙烧香拜佛也可以，一年去也可以，啊，两年去、三年去也可以，没人说什么的。 所以，就是因为每一个这个宗教对他的这个信徒的要求呃不一样，所以可能就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不同的信仰的人的话，有些时候在这个生活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啊、呃，这个像这个差啊，有一点点这个出入，可能是生活的方式啊，吃东西上面呢，可能也许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等等，就会有一些，但是这个不是。 不是不能解决了啊！首先啊，我们大家啊就坐下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约定啊，我们大家都相互尊重啊，尊重对方的这个啊这个信仰、嗯、啊。我们谁也啊不敢是谁啊，然后相互之间尊重啊。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谁来啊这个学谁的啊这个啊。 宗教啊，我们就相互之间这个尊重，也不干涉啊。然后呢，比如说像伊斯兰教，他每天需要这个五次这样子的这个啊祈祷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给他配合啊，配合就是允许给允许他这么去做，然后呢给他创造这个条件啊。然后呢，佛教徒啊，他有一些生活上，比如说，比如说。 啊，伊斯兰它就是，比如说它它也有些在饮食上面呢，它有它的这个习惯。那佛教呢，也有一些佛教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是有些时候是稍微有点冲突，但没关系，我们啊相互这个配合啊，然后尊重，这样子的话也不会导致什么这个烦恼啊。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呃，几个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是相互这个看不惯、不尊重，呃，导致一些烦恼，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这几个人呢，希望啊、呃，比如说我就希望他来学我的啊、呃，你就希望我去学你的啊、呃，这样子以后呢，又导致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另外一个一种烦恼。 啊，那我们比如说，就毕竟是一家人的话，那大家都尊重。首先，我们有一个约啊，就大家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约定。好，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啊。我不要求你来这个学我的，你也不要要求我去学你的。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即使大家都可以保持自己的这个信仰啊，同时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可能不会导致什么烦恼啊，都可以和睦相处，呃，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问题吗？呃，看姆，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家里吧，伊斯兰教他如果有亲人去世的话，呃，是要杀牛宰羊的。但是佛教徒呢，是主主导的是这个戒杀护生嘛。但当家里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了。但是比如说佛教徒的话，这个事情是肯定是不能去做了啊、呃，不能去做。 但是呢，比如说，啊、呃，这个，比如说伊斯兰教徒，他们比如说一定要去做的话，那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阻碍他们啊。但是你自己不参加就可以了，只能做到这一点。下一个问题，看布您好，你好，呃，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经常会劝我改信基督教。那我呢，本身是皈依三宝多年。 当他们向我传道时，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又怕一味的抵制呢，会影响多年的友情。请您给我一些建议，谢谢。嗯，对，你可以这么讲啊你，你可以给你的朋友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谈啊新仰啊，我们不谈新洋我们就吃喝玩乐啊啊，就信仰的这一块，就你也不要跟我讲，我也不跟你讲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信仰上面呢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啊。另外一个呢，你也首先告诉他，你不要向我去改心啊，我也不要求你改心啊。我们大家都懂得，最起码我们应该懂得啊，尊重啊这一点。 啊，尊重这一点是我们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啊，这你们也应该懂，我也懂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互之间都尊重啊，我也不要求你改心，你也不要求我改心。啊。然后呢，这个宗教方面的，比比如说这个世界是不是神创造的啊，这些方面呢，比如说就佛教跟其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呢，不要去谈啊，不要去谈，嗯。 这样子的话，我想就你们一方面呢，可以这个信仰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同时你们的友情啊、呃，也可以啊、呃，可以一一直可以这样子这个啊、呃、保持啊、呃，我想免谈是最好了。谢谢康波，谢谢。好，我们下个问题。嗯，好。康布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们一块一块共修的道友呢，就是大家已经学佛很多年了。 但是就有一个道友呢，他就是平时就爱那个喜欢搬弄是非，而且在那个其他人都是很忙碌的时候呢，他就躲在一旁啊，就在偷懒儿，让着大家就是很不高兴。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道友呢？好吃懒做是吧？那你们应该所有的其他的不是好吃懒做的人去帮助他，嗯，帮助他。刚才讲的是道友之间，对,、啊、对道友之间，嗯、对。 这个，比如说他搬弄是非是不是很好了啊、呃？但是呢，这个也有办法。比如说，他如果真的搬弄是非的话，那你们所有人知道他说的是搬弄是非，你们大家都不要把他的话啊。呃 当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看，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搬弄是非。你如果把他讲的这个是非，你没有接收，你没有把他当一回事的话，那他怎么搬弄是非呢？你就以为他讲的是对的，然后呢，我们两个我也觉得他说的是真实，你也觉得他真实的，然后我们两个之间就是有这个。 啊，是非了啊！如果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他讲的是是非，啊，他是故意搬弄是非，我们大家就包容他啊，不要理他啊，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的话，我想就你们比如说道场里面呢，就有这么几个好的师兄啊，这样子的话，其中有一个是稍微比较差一点，那没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他，应该是可以帮助的。嗯，谢谢看布。 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按照我们这种堪布的这种传授，我们认真去消化，去啊、呃、按照这来做，去化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矛盾和事情。好了，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堪布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朋友们的呃积极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再见。